即兴互动式喜剧，三套剧本，五个角色 ，N 种组合，演什么角色全部由您来决定。为演戏英雄，娱乐开始。这出脱口秀喜剧《慧眼识英雄》将在8月31号、9月1号的周末假日来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售票演出。担任制作人、导演、编剧唐从胜跟演员之一的郑英生一起参加记者会，告诉基隆市民这个好消息。然后我们演什么角色还给你们决定，这叫做让观众不只当观众，当制作人选角，谁的？然后当导演选哪一部戏？对啊，这个都是选角，这没有的。然后另外让观众上来当演员，那没有一部戏做到这样，那我们是开先河。如果想看美丽的白娘子，那就赶快投票给郑英生。想看最美丽的朱丽叶吗？还不赶快来选我，选我！就是肾上腺素跟观众给我们的反应，以及我们还会投票，让大家一起观众，就是那时候都会先投票嘛，然后观众就会上来跟我们一起演，然后观众的互动跟我们的互动，跟台下我们其实也都会跟台下观众有互动，所以大家都有在参与这部戏里面，所以等于是我觉得《慧眼识英雄》真的是大家一起完成的作品，而不是只有我们四个人。所以观众非常享受，全场互动非常好，而且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，笑得很满意这样。但是我们两个礼拜要来到基隆，好，我们希望说第一次来到基隆，我们在基隆文化中心开箱，很难得。我们希望借由各位的这个，我们这些长辈、媒体的前辈的这个力量，帮我们把消息发散出去。主办单位联合数位文创说，开演至今每场都相当受欢迎，期待这次基隆的演出，市民朋友也能热情支持，一起来加入最爆笑、最欢乐的舞台剧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